就当我是那油画里强烈光点，而你是那一丛火雕塑高冷寡言。大路若要各半边，难道天生的凭心鲜？你再多优点，我觉得不过自恋。平凡是单身，害怕情深缘浅，为何越望眼越错觉？像美梦若隐若现，终于承认你是我心里那个人。当偏偏又遇见你，忘掉自身，想触及你眼神，所有。 那一瞬间，什么谣言都不攻自破，因为走廊的尽头根本没有隔间，那是一扇门，一扇连接男女澡堂的门。流氓！变态啊！啊！喊什么呢？一个个的，我去！哎呦，我忘带洗面奶了，你给我用一下吧。哎，好好好，放上面了，你自己拿啊。哎，得嘞。我们系的男生打球。 真的不太行，非常需要你们的帮助。我都 OK， 加大就行。好啊，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提，我们班会给外援送礼物，或者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想买的？不必，我们只要一个礼物。你说，为我们加油就好了。你们体育系的男孩子可真是仗义。那到时候见。嗯，拜拜。拜拜。 你小子可以呀！ 啊，现在都见缝插针了。说什么呢？走。哎，小魏，我给你发信息，你看着了吗？今天太忙了，给忘了。怎么了？我跟你说，我今天去洗澡，在我前面洗澡那姑娘把浴巾给掉了。然后呢？那个女生掉的那条浴巾呢，就是去年篮球赛 MVP 的奖品，就是秦深的那条。 你说这东西吧，也挺私人的，就算送个新的，应该只会送女朋友吧？你刚刚说的那个女孩是谁啊？那个女孩好像叫袁浅，跟情深的名字连起来呢，正好就是情深缘浅。大家还老拿这事儿调侃他们。我们宿舍可早就默认情深是你男朋友了。哎，这姑娘不会趁虚而入了吧？ 你吃饭了吗？你不是老闹着想吃食堂的小炒肉吗？今天你给我拿了快递，我必须回馈。真的？嗯，地主放凉了，那走啊，走。嗯。阿姨，我刷了，谢谢。这个肉，这个肉。 阿姨，别抖了。那不行，都是定量。说了定量就是定量，阿姨真的刚正不阿姨，人家还在长身体呢。谢阿姨，阿姨正好。还能这么操作呢？有意见？哈，没有。嗨，林薇。你好啊，陈启南。哎，陈启南，貌似我才是你老乡，好吗？你看你只跟林薇打招呼。不好意思，我的眼睛自动屏蔽不美的东西。哦，好好好。哎，齐晨找着位置了。二位要一起吗？我们已经吃完，准备走了。哦，好吧。那么再见了，美女。美女。真的，要不是为了你的琴声，我才懒得搭理陈启南呢。见色忘义，一秒钟都忍不了他。你上次说的洗面奶，我准备买来试试。听说买两支可以打折，我买两支送你一支吧。真的？嗯。那我倒是可以忍忍那大猪蹄。哎，你看琴声后面那女生了吗？女儿还不大啊。她就是浴室拿着琴声浴巾的女孩。 他俩可真奇怪啊，浴巾都送了，吃饭还分开做，估计是有什么误会吧。我看那个女孩，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哦。我尝个你的吧。哎，走了走了。真的真的，特别好吃。嗯。我尝尝。我再也不是那个买7块5的菜会考虑的人了，现在的我。 是买1块5的菜都要考虑。饭还行。这声音有点熟啊，小可爱啊。是熟，但是不是小可爱，是大可爱。大可爱。对不起，打扰了。滚。哎。 对了，你们俩刚才去洗澡了吧？听说有个女流氓推男澡堂啊，是有这么个事儿。嗯，我刚好碰到了。真的假的？早知道我跟你们一块去了。别去，我可以牺牲一下我自己的。所以是谁啊？我也不知道是谁，我也没看见。你看见了吗？ 没看清，你们行不行啊？下次自己去啊。你自己去能碰到吗？又没有吃到我最爱吃的红豆豆浆。你要起早一点才能吃到。你叫我起床。自己的名字，这不是我打自招吗？同学们注意了，同学们注意了，咱们学校的混合篮球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次呢是2男3女的混合赛制，为了鼓励女生多运动，所以男生进球不算分，只有女生进球才算分。 所以咱们班女生啊，你们几个一定要踊跃报名，为班级争光，好不好？哎哎哎，我给你们说话呢，哎，就要3个女生，我不管，你们毛遂自荐，今天晚上必须报给我。欣欣，其实呢，我一直觉得像你们这样的小姐妹，一直是咱们班最睿智、最有代表性的。 你看你能不能？我掐指一算，那天正好大姨妈。我还没说那天呢。嗯，你没有女朋友，你不了解我们这种小女生的。像我们这种女孩子呢，每个月要来1次大姨妈，而且你看我这小体格，怎么受得了篮球那种暴力的运动呢？麻烦让一下，让本弱女子喝口水。欣欣，我也要喝口水。来，不打。你放包了。好了，这个全场最佳已经出来了，分别是袁浅、罗西金、薛从阳。 恭喜你们三位参赛，恭喜！怎么每次都有我？一鸣，你是不是搞针对？怎么正好是我们宿舍三个女生？我不管啊，我已经发给辅导员了。那个，咱们这次呢抽签抽到的是舞蹈系，他们找了体育系的当外援，所以咱们也要认真对待。啊，这次比赛呢是由我和秦深同学一起带领大家走向胜利。秦深。 那个回头训练时间发给你们啊！要不要这么巧？我就说呢，他浴巾上还写个 MVP。哎，他们今天怎么这么积极啊？莫非他们发现了我早已隐藏起来的帅气吗？天气回暖，不需要靠脸皮取暖。 Good evening 啊，各位，晚上好。晚上好。人齐了吗？袁浅不来了，他比较忙，没时间打篮球。正好我喜欢打篮球，我替他打，放心，没问题。来，刚开学有什么可忙的？女孩子嘛，肯定忙人生大事呗，说不定看上图书馆哪个小哥哥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马上给他打电话。啊？马上。哎，那我先走了啊。秦深这人真是的，太认死理了。走了。嗯。你看看别人来练球都穿的是什么？你就给了我15分钟，我还是跑着来的。这是你逃训练和比赛的教训，请牢记。秦深，我必须要解释一下，我没有逃，我就是跟别人。不要废话，训练。还不过来？我是不是跟这个男人水火不容啊？ 你过来，你去和一鸣练吧。看到了吗？看什么？人类的传球和接球。你体格不如罗欣欣，挡拆靠不了你；灵动不如薛从阳，打后卫更不可能。 他们练球只需要一会儿，你呢？哎呦！你继续练排球。其实是不是太严格了？你看。 老秦啊，对女孩是不是太严格点了？你不用练了，反正练了也没用。说谁呢？你不让我练，我偏要。继续。这两个人呢，拆开看，都是单身一辈子，但是放在一起吧，还挺搭。哎，对了，小薇，我听说那个叫袁浅的跟秦深一起打比赛，其实每天都单独训练他。 他们一个班的，当然在一起训练啊。不是，一起训练是对，可是没有必要单独训练他吧？可能他打得比较差。反正我觉得这次秦深挺认真的。他本来就是个很认真的人。班长，我们怎么越练越晚呢？你看看我们家洋洋。 瘦瘦小小的，人家还在长身体呢。你说你天天练这么晚，你还让不让人家好好睡觉了？是不是？哎，其实我没关系的。不是今天不是没有预约到时间吗？罗欣欣，你怎么这么事儿啊？你看人袁浅，从来没有抱怨过。他这是脸残了。嗯，不是吧？ 对不起，是我走路没看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呀，袁浅，你衣服湿透了。老秦，你还挺绅士的呀。我先去收拾一下。 小魏，我们走吧。练球，练球。会吧，我觉得他也没那么讨厌。我该不会是被虐出斯德哥尔摩症了吧？虐的越多，他突然有点人类的行为，我还被感动了。咦，不，像这种变态的完美主义，为了我的身心健康，我还是应该离他远一点。 你知道该怎么办吗？嗯，尽最大努力。你只需要做一件事。你说。老实站在一边。要不是比赛规则需要3名以上，你就没有上场的机会。我知道了。再加油，好不好？我这边来，袁姐。啊。来了。 要做戏，加油！弄人了！打篮球还真是个野蛮运动。 你没事吧？没事。听你口音，你是南城人。我是南城人，但这和打篮球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我爸也是南城人，听起来特别亲切。啊，好巧啊！喂，我想跟你聊聊。加油！加油！加油！清晨同学。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嗯。那你为什么一个球都不传给我？所以。我从小到大虽说不是第一名，但也受不了垫底啊！你一个球都不传给我，把我在场上当猴耍，这也太过分了吧！你智商，传给我一个球。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办法。下半场比赛开始。袁浅，你是对方派来的卧底吧？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要换场。还有球吗？不要了，不要了。那袁潜去哪儿了？这关键球大功臣啊！他好像去上厕所了，刚才看他被撞得挺厉害的，应该不太舒服。我觉得我老乡是不是和袁潜有过节？我看我那老乡和他那个队友一直照着袁潜身上招呼，看着就疼。对了，上次我老乡还跟我打听你和袁潜的事呢。青山，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在舞蹈系沾花惹草了？不可能。 老秦这么一个钢铁直男，他连雕塑都不会做女的，比和尚还素，他怎么可能沾花惹草呀？不过老秦，你真的不打算在大学里面找女朋友？女朋友这种生物对我的人生没有任何意义，谈恋爱也很浪费时间。一个男人如果沾了感情，就会迅速有弱点，而我是一个没有弱点的人。给我滚！ 他们说秦深从来没有谈过恋爱，那你俩是怎么回事啊？是啊，小白，你跟秦深到底发生什么了？他最近为什么对你这个态度啊？嗯，我俩刚才还因为你把那个狐狸精打了好几下。我和秦深不是你们想的那样，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好，但是以后不要针对袁浅了，和他没有关系。不是小白，你们到底？ 算了，肯定是发生什么不开心的事了。你要不想说，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记老七，走了，我去了。做作业，我们回去了，辛苦了。早点休息，拜拜。哥呀，给我一个呗，我也要一个。我们一人一张。因为我先走了。谢谢你。 不客气。林薇，这就是你们班的秦深吧？果然和传说中的一样，长得好帅啊！小薇，走了。哎，陈景南，你不是没打球吗？你这么积极干嘛？你不知道吗？我可是我们班唯一的替补。 他就没指望替补上，连球衣都没给他订，还替补。我就说嘛，我们班再怎么也轮不上这个废柴吧。废柴？你说谁废柴？我说你废柴！废柴！要不我削你！别跑！你怕什么？我是废柴！我收了你这只废柴！大哥，都别追了！累。 课间班群了，黄可无望了。让你上课就上课，事情还不少，动手。哎，袁浅你也在啊？哎，我们都在，特别想。多多指教哈。嗯，我是不是跟这个三剑客杠上了？连体育课都能选在一起。 李口，你出来。晚归，打扫一周体育器材教室。 老师不是吧？老师，我是体育系的，这周本来该我打扫卫生了，我和他一起。好了，来这边练跨栏。嗯。快点！我来。那你自己弄吧，我走了。 怎么呀？运动员的运动神经还挺酥的吧？哪有人这么直白的说这些？你说之后我们老了还这么回起这个，是不是也挺有趣的？你可真能脑补，咱俩可一点关系也没有啊。现在没有，以前可能有，以后可以有。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以后更不可能有。哎，你别说那么绝对嘛，万一被打脸了呢？ 你仔细看看我的脸，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像不像你青梅竹马什么的？我就一个青梅竹马，小哥哥脸皮可没这么厚。你是不是小时候长得特别高，长大之后就不长个那种啊？我觉得我们俩身高挺搭的，你可以对我为所欲为。 要不你就坐在我的腿上系鞋带。系好了。个子比我高，你擦上面吧。好啊。你看你劳动这么辛苦，看有没有累瘦一点。我才不上当呢，体重保密。哦。 是不是胖了啊？你看你，给我，走，别晃！对不起啊，我跟宋思义在打扫卫生，与我无关，我只是来接球。 走啊，吃饭去。啊，不吃了，我已经戒晚饭了。为什么呀？为了见网友的时候，让他惊艳一下。对了。 你现在每天早出晚归，是去哪了？体育课晚归，被罚了宋思义做清洁。跟宋思义吗？真的吗？你干嘛呀？一脸陶醉的表情。其实我已经网恋了，跟宋思义。哎呀，不小心说出口了。宋思义。 其实也不算是网恋，我们现在还是暧昧期。可是我们两个可甜了，而且他打游戏的时候还挺厉害的。他玩游戏啊？还网上交友？我也很意外，他加我好友的时候，我才发现是宋思义。你看，我本来以为宋思义。 是一只高岭之花，没想到还挺容易追的。我的计划是先在网络世界一把拿下，然后奔现。你觉得怎么样呀？我觉得宋思义感觉不太像是会网恋的人。欣欣该不会是被谁用宋思义的照片给骗了吧？我觉得还行。好帅。你今天怎么有点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你今天一直看我。那个宋思逸，你玩游戏吗？偶尔会玩一下。袁姐，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你玩的游戏是哪种游戏？怎么，你想跟我一起玩？我就是问问。就是这个。嗯，你看，你可以注册一个，到时候我带你一起。还真是他。宋思逸看起来很正常，网恋骗小女生什么的。 不会吧？怎么了？袁姐，我的爱情还没开始呢，就结束了。分手了？欣欣，我问你啊，你确定那个人是宋思逸吗？你不相信我？没有没有，我就是确认一下。当然是真的，我还看到宋思逸。 穿着我大夫买给他的外套呢，你还给别人大夫买了衣服，啊，还充了一点钱，一点是多少？反正也不少。罗欣欣，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啊，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我不说你了，我们一起想办法啊。 不要！要要要！不哭不哭！说。哎，那天这篮球坏了，帮我去赔个钱，我这会儿有课。回去。篮球是你借的，你不去，回头李老师要找你，帮帮忙呗。 是正常来了，我觉得不能就这么算了，我要找他算账，不管能不能抚慰我受伤的心灵，至少要把钱拿回来吧。那你快来，这个点儿他还在，不过他昨天跟我说5点半就去训练了。 正是要去训练了，得想办法把他留下。秦生，我们好像被锁在里面了。 袁姐，不好意思，我来迟了。你怎么在这儿？那上面那个什么上面呢？袁浅。对了，秦深，昨天晚上我们那帮高中同学吵着要聚会，你看到了吗？没。我们一起去吧，我打个车然后来接你。不去。大家都去的，而且他们都很想你。没时间。 其实也不会太久的，而且是周末，要不我们就一起去吧？怎么是你？你们门是你锁的？嗯，那个，对不起啊，对不起。想跑？刚才的事情真的很抱歉。 没关系的，正好我们还聊了会儿天。看来我开门开早了。袁浅，别聊了，我们去搬器材。秦深，你是来找谁的？ 李老师，原来是体育老师啊！那我陪你一起等吧，反正我也不忙。不用了，我真的可以陪你一起等的，我真的没有事情。我说了不用了。那好吧，那我走了。 那个美女小姐姐呢？走了。你们不是要聊？哦，那你来干嘛？赔钱。那你在这儿等李老师吧，我先去干活了。我抹布呢？先我送司仪的。在哪儿？怎么跑那儿去了？ 宋司也太缺德了，每天就知道整我。哎，Have you ever been loved in your life? Have you singing this song like tonight? Wanna spend all my time with you all my life? Would you hold me tight when I cry? Have you ever been told you were right? We will never give up on what you said. Wanna spend all my time with you all my life. Would you save my soul tonight and give me your hand? You are the only one I've been waiting. You are the only thing I need. if you're singing the song like tonight. Wanna spend all my time with you all.